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收入，分不利，分不清，谁上的这里来？贫困山区搞旅游必须找到自己的个性，不知道能不能做得下去。因为贫穷，所以追梦。我没想到我们现在开这么多旅游发展呢，年轻人都回来村子。村里这些产业，确保了我们全村的作物。观光旅游即可下村，尽自己所能回馈家乡。